2007年的时候，大家还是挺穷。妈的，那谁有钱吧？这个时候？对，这倒真的。妈的，我看着，妈的，我看着他，他看着我。妈的，旁边还有个比我们两个更穷的杰斯大，我操！对，当时说实话，大家还是挺穷。两个人都是一个同样的开局啊。当时我一个月就350美金，穷的要死。Now Sue did come through last season or the last map contest tournament that we did. He actually came through as the victor. He was the winner overall 8-7 against Cyril in the best of 15. I think he won like 8. 弗莱，如果今天能够把书本掀翻的话，那真的是可以说是 ZVZ 已经真的起来了。对，吕布肯定也，吕布现在肯定也希望他掀翻。嗯。布莱的 ZVZ 主要是比较拼的。不，吕布希望他掀翻书本，是因为决赛波15，而且他这个波15好像是15盘要打满的。我记得。对。350美金，3000块，是的，3000块，2800多块，没有3000块的。不富裕好吗？当时真的不富裕。双方都是数二本。我当时是挺穷的，如果说真的 ，Alex 也蛮穷的。妈的，穷的要死好吗？我们两个看着他妈他那边那帮不是韩国，应该中国游客在那边各种啃螃蟹，吃你妈吃那个扇贝，吃龙虾。然后我们两个走过去，旁边有个便利店，买了两瓶水。他看着我，看着他，然后关键我们还帮你们杰斯大把买水的钱付了。然后妈的，三个人各看互看一眼就走了。我靠，今天他妈的去宿舍吃泡菜去了。对，那个时候是，你想嘛 ，Alex 那个时候虽然打 CS， 他拿过很多冠军，但是也没什么钱，没什么钱，都是小孩子那个时候。是实话，我妈的，我跟你们说这些东西，其实就说明我很坦诚，对不对？对。那个时候 Sky 稍微有点钱 ，Sky 比我们稍微富裕一点。富裕多了好吗？不要稍微富裕一点。对对，因为他奖金拿得多嘛。对，他奖金拿得多 ，Sky 比较有钱。啊，什么什么，当时什么腐烂啊，什么英匪这些都，哎，都是苦逼。你妈的 ，Ted 那个时候800块钱一个月。我不骗你们。对呀、啊，是辩证委啊，看谁嘛？你们以为我们说的谁吗？那还能，我们还能说中国，我们说 Alex 还能说谁吗？那是辩证委啊，是的呀、啊。三环不让你开，哎，不过也开肯定能开。本来又是这种一样跳飞龙，对那个书本是选的比较正统的，就是那个。一公蟑螂的开局，不赖不赖，不管那最起码赖这打法。其实我跟你说，就是他的打法你看懂了，你打我一波我一下。首先还是你打我一波，第二我飞龙跳出来只是控图，控完图我马上转蟑螂一波，他是这么打的。是的呀。感谢帝国理工孙一峰的一个飞机啊，感谢。妈的，帝国理工孙一峰每天都来送飞机的，我靠。哎呀 ，Ted 那个奶茶店也倒闭了。你们以为 Ted 这种电竞明星开奶茶店就能开得起来呢？倒闭了好吗？好了，这个 timing 攻过来没用啊，飞龙出来了。对，刚刚好。哎，但我告诉你，还可以，你就只有8条飞龙，这一波过来还是有威力的。堵口，堵口，先堵一下，退退退退退退退，再堵，可以。没用了，没用了，没用了，这波压过来。加口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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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口血。打完已经死了，太偷了，这个是。
他又要经济又要科技还要兵力，什么都要。有点过了，这个偷的有点过了，死了、啊、这个。其实稍微有几个兵，这个书本就很难打。你有个五六个蟑螂该顶在正面的话，其实就赢了，就赢了，就可就走住了。而且优势就很大，他这个飞舞出来之后死了，已经死了，已经死了，还被一波 timing 抓到了。28个农民，但布莱的性格会退吗？16个农民呢、啊？不，这个退不退不取决于他，他过去之后会发现什么防空啊、刺蛇洞什么都有了。而且书本是不讲道理的，他再续一波他又要死了。I mean, what does Bly do at this stage? You don't really do much, actually. He's going to see those readers coming back in. They all. 这就是我喜欢苏本，就他苏本的比赛永远都不拖他的，你会发现。Quickly, as we're going to be seeing these Zerglings sat into the center of the map. Bly just seeing what else he can do with those as they come across over to the left-hand side. Plus two missiles is about 75% of the way done. So Sue's just continuing with that. I mean, his units are just going to. 没机会了，这个飞龙过去随便防一防就行了。刺蛇也出来了，随便防一防。你现在飞龙死不起了，而且就算你打赢又怎么样呢？还有个防空等着你。防空虽然没以前那么猛了，但是还是输出啊。对，关键很硬。He needs to do really kind of magical work with these meters right now to get back in this game. It's just not happening. He's losing one or two meters for every unit he picks up, and that's not. 这个已经是没什么机会了。嗯。You know, to get back into this, he needs to be killing loads of units and not losing anything, because the idea of Bly having to make extra units is just not. It's just not an idea that's really going to work out in this game. He's still droning, and he is starting to catch up now. Only 42 drones to 60.But if he has to start making units at any stage, 也没什么办法，这波 timing 被抓住了，这个就很要命了。Or it's just going to stay at that level. Now, I guess Sue doesn't really need more workers, right? And if it just stays at that level, obviously it goes pretty well for Sue. There's a small counterattack here from Bly. He's going to get some damage done, but reinforcements of Sue are already popping out and are already beginning to deal with those roaches. So they are going down those zerglings. 这波顶过来，这刺蛇已经无敌啦，飞龙完全打不过。死了，输了，输了。GG， 1-0。书本 ZVZ 这个抓机会的能力太强。他其实就正常走了个，但是还是不赖自己的问题。不，我觉得不是不赖自己的问题，而是书本没有考虑那么多。如果说你自认为你自己是有智力的选手，那这个你可能会像 Sola 一样会考虑很多。对，你考虑多了，你可能就会中战术。你对你反而你什么都不想，对不对？你一波 A 过去，你会发现，哎。原来是这样子的，这直接死了。这个东西的确很无奈啊，的确很无奈。对，这个东西的确很无奈。这个东西的确很无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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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的确很无奈。哎呀，书本不赖。那待会儿那个三四名应该就是。Nature 打不赖了，对，这次比赛神族倒没怎么出现，看感觉就神族现在新地图上感觉还是有点不适应，最近神族有点打不动的感觉。嗯 ，PVT 虽然说还是比较强势，但是这个 PVZ 他没办法还是。哎，你明天回上海吧？啊不，你明天回家里对不对？对啊。我不能说回上海，妈的，回上海有点过。可以啊。过年终于算是过完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过这个年过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啊？After this series as well. So, 过年我觉得很累，累到是真的累，真的有点累。过年，here on day 6 of the Team Liquid Map Contest Tournament, day 7 tomorrow, best of 7. 而且现在过年一点意思都没有，反正就那么回事了。是的呀。It's so sick. I love it. I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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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it.Going to be hype, hype, hype.
So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The fact it's going to be TVZ not CVZ is just a miracle. 今年反正我觉得，我觉得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感觉没什么、嗯、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感觉过年跟不过年没区别。你那个不是你，因为你在家里面啊，也是。如果我在那个，如果我在云南的话，那可能的确不一样，因为云南的话，我还要去走亲访友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在家里面嘛，其实我杭州的话，其实亲戚并不多。你在云南应该比较更累一点吧？不，云南肯定累啊。云南就比如说过完年嘛，初一要去就哪家请客吃饭啊？你要去初二哪家请客？初三哪家请？咱初四可能我们家请别人吃饭，就这种回来回去回礼嘛。啊，然后你不去的话嘛，别人就觉得你来都来了，你不给我们面子什么的，反正很烦。我告诉你，啊、然后每一次你妈的，关键每一次去都是要坐个那种什么乡村公交车去。绕个那种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山路，哎，十二弟嘞，是正常的呀。书本是裸双，不，他这个十二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十二弟，所以说未必能够咬得进去。我们看一下，啊，不赖，真的是个拼拼哦。In the Ling versus Ling battle, so let's see how it works out. As the first things are going to be moving across in just a moment or so. 这边是十二弟开矿。对，这个图跟大家说一下，这图应该是四人图。他们问你的车呢，你为什么不开车回去？什么车？你为什么不开车去云南吗？我跟你说，你开过一次吗？不，我没开过。首先，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开车回去，我可能就要有个四五天没有办法来直播了。啊，这倒是。哎，我白天他妈开个七个小时的车，晚上再直播四五个小时，我会死的好吗？嗯，这倒是，这倒是，我会死的。完了，而且我说实话，如果开车的话，我宁愿直播少一点，因为我怕白天出什么问题。嗯，好，拖农民直接守。拖农民直接守，有点守不住啊！哎，这个还可以，强硬可以咬掉，强硬咬掉，甩掉，甩，咬呀！哎，对，就这样咬，掉了，这肯定掉了，掉了，你拖农民就血亏啊！对，拖出来都没守住的话，那这波就已经亏惨了。再开基地，那你开呗。我来操作可以啊，这波小哥。嗯。啊，这回去那这样的话，重乱就赚翻了。对。我如果开车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个选择，就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开一天就能开回去了，开24个小时，每个人开12个小时。算了，我那么拼搞毛啊！不要那么拼。是的，我那么拼搞毛啊！车底盘也比较低，那山路不适合的。闭嘴！你车底盘低不低吗？很高。是为什么很高吗？啊？不是，别人不是说好车底盘都很低吗？闭嘴！啊？哦。大车，那我不知道，我家没有大车。烦死了，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哎，反正我就告诉你们，这种去那边，反正去云南我肯定不会开车，那会开死掉的，因为平常要直播什么的，很累。把口堵起来，这个局面其实我觉得不赖已经挺好打了，书本直接强硬升二本。看他要出飞龙还出什么？书本应该是想跳飞龙的。哎，中间那个瞭望塔这一块不是能够走吗？还是不能走？不能走吧？啊？不能走！你妈这能走还得了？应该不能走，就只能说占个瞭望塔这个位置。应该不能走。那在的话，不是矿都能看到吗？大家，我在人住在这边架两坦克，不就无敌了吗？是呀，爽不爽？这个位置加个坦克。
但没，我们没打过这个地图啊。对，其实有点像乌雷纳，有点像乌雷纳。跟乌雷纳还是区别。我说有点像嘛，就点。这好像四人图，我跟你说。老子不信，你妈的四人图。就看地图，它右边又没有那个，你二逼啊、哦对对对！它右边又没有那个，不又不对称，怎么可能四人图嘛？干嘛？为什么不对称就不你死？哎，你看没看到出现过其他地方吗？没有的呀。那也是。我以前有过这种不对称，哎呀，不对称的地图的。书本现在想的比较简单，就是先把义工蟑螂跳了再说。书本很喜欢打义工蟑螂，但我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的义工蟑螂那么猛。就是说白了，就是每一步运营都是合理的，然后他的兵爆出来就比别人多，嗯，就那么简单。这种就是经历过也不卡人口，也不干嘛的。对，经历过千锤百炼，跟吕布那个运营其实一样的。对，大家都千锤百炼经历过来的，然后你会发现，哎，不就那么回事嘛？多少农民啊，差不多够了，我就不会补了，就这样子。也是。任何的你觉得他猛，你觉得他运营好，都是建立在他打了无数盘的基础上，否则凭什么他那么猛嘛？他农民采矿才9块钱一块呢。对，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非常的协调，他的所有的运营，对，很合理，没有什么费的这种时间和操作。今天就只有半决赛，明天才有决赛啊！明天是波士，不，今天是半决赛加三四名。你妈三四名你要看吗？如果是不来打那些球，也是，算的呀，这种 ZVZ。待会打完之后，我们去打那个 M 去，打 M， 这周 M 打了，这周 M、啊、这周又有 M 打，这周又九一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哦、那把这周 M 打了吧。嗯啊，这边上面先打一波啊！哎，你看一下啊，这个打不进去的，不用看。不是，这你稍微看一看打成什么样子啊？这个 OB 在欧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他 OB 对局势的理解，他知道打不进去的。他理解个毛，他就没看到好吗？在吹逼。这 OB 很菜的好吗？哎，这波进打不进来的，他占个路口，你怎么打？布莱其实也是因为前期占了从软上的优势，所以说他现在兵力上是有优势的。但是你要让布莱要一波打死书本还是有难度的。对，毕竟书本主场，还是想开个视野，先把军团给你压住。对，打进来是不太可能的。书本现在想找机会把他包了。我觉得书本真的有机会 找一下把他包了。我 要包还是 有难度的，还有难度的。书本现在是在防守卡路口。哎呦，这个阵型上来倒是上不来，书本这个阵型太好了。回去了呀，回去转飞龙或转地刺了呀。两个人不要，两个人要对蟑螂。他们说这招艾蒙有点实力啊。不赖，要等一个两攻的一个 timing。但书本两攻其实也不比他慢多少。对，差不多，稍微快那么一点，不赖，稍微快那么一点，就看他敢不敢打了。不过这种杂火双互砸的话，那也不敢打。书本做了一个提前的判断，他觉得这个蟑螂塔是保不住了。对，怎么都要被蹭掉。哎，自己 A 了吧，上来。掉了。什么？你敢上？又送了蟑螂，又送了三个。上不可能，上不可能。本来这几下其实你说站着打了个蟑螂巢，但其实还是送了蟑螂的。对，书本人口已经慢慢反超了。不是，主要是书本的阵型。哎呀，这本来这个阵型太差了。哎、主要这每次阵型都是书本好，书本好，这个就你妈怎么说？这就正面的压差。皮莽蟑螂这件事情，书本你妈怕过谁？我就问你。真的，就真的是双方的这个拉阵型，阵型拉着差距有。好了，直接拉上来，直接拉上来。哎呦，这个。
啊，砸了一下，还逼你走了一下火，自己拉开，我再拉一下，没拉，直接站好了，跟你对 A 了，你砸好了，拉一下，漂亮，死了呀，死了呀，死了呀，真的，哦不，今，哎，还行，后面蟑螂，对，后面蟑螂贴上了。但你火蟑螂死完了呀，这波已经全部打回来了，什么打已经优势很大了，好不好，不赖这个时候转飞龙，他不可能让你飞龙转出来的，你刚才那压力那么大的情况下，你肯定在疯狂的在补蟑螂，哪有时间，已经哪有钱转飞龙，没有前期转飞龙了，哎，我只能说真的书本的这个拉阵型能力比他强太多了，这种局面那么大优势，也不知道那么大优势吧，这一盘我告诉你们，书本赢定了，不可能输的。你们不要什么刚才没死，只因为在主场作战，然后后面蟑螂续上来。有先手的情况下都没打赢，那说明两个人的实力是有差距的。对，两个人莽蟑螂又没干什么，你最后 A 不过对手，你就是说白了，你就拉阵型拉不过嘛。你这个局面就是你待会输不了，输不了，输不了 ，A 一盘 A 一波就死了。你飞龙出来发现。地面全倒了，蟑螂不用拖了，我觉得直接往前一就好。不，只要他又换家，妈的，这也是个办法呀。不，这盘不一样，这盘换不动，这盘不一样，这盘不一样。虽然我承认你这个决策是对的，你这个决策绝对是对的，但换不动了。妈的，对手兵太多。赖。妈永远，哎呦我的天哪，出飞龙就换家，他妈都想好了，可以可以，不，他这个思路我就告诉你，他这个思路估计能够赢很多的虫，对，这个思路很好，非常好，最后就是我飞龙白打你嘛，对，这盘的为什么换不动，其实很简单，就是蟑螂差太远了，双方的这个兵种差太多了，蟑螂差太远了，对手分一半兵回一家就好了，飞龙有多少条吗？最多也就十条，我强行把你全部拆了就好，你带你的兵是拆不动的，我只能说书本和这个 Sola 比起来， Sola 还是个智者，对，书本就是 Sola， 书本就是按这个走流程的，走到这个位置直接 A 一波就完了， Sola 想太多了，真的想太多了，而且这个换家我发现了，可以，没有人会你妈回头说去防守对方这波飞龙的，他绝逼是去换的，不，他这个换家理解还可以，而且他这个换家理解永远是后出手，他其实就是资源不够，如果多个十条飞龙可能就赢了，对，可以，这个可以，不赖就没办法了，他已经选，他刚才这种战术都用出来，说明他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打不过书本，这个没办法，不赖如果什么时候都能把书本吊起来抽了，那怎么欧洲星际真起来了，哼，没道理的呀，不要要，你说要起来要怎么起来啊，要怎么起来你告诉我，就把书本吊起来打呢，这件事情不可能的呀，我真的觉得现在这些像不赖这种虽然说打不过，但是他还是真的是有自己想法，把自己所有自己想法，对，把自己所有东西都打出来了。这个半决赛波七的比赛啊，波七的比赛，嗯，他这种基本功能打进这种比赛的四强，已经是就奇迹了，好不好？对，我随便你让中国任何一个选手来，都很难打进四强的。明天全战起回来了，全战起回来之后他又要开始砍龙了，全战起，我今天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挺，我们打的还挺满意的，今天我们2100多分的局，快2200分了，对，还挺满意的，挺累的，就挺累的，我们打这个局，对对对，就
就对手其实也不弱了，就是稍微有点失误，一个探头可能就死了。再加上有些作弊的就很烦，主要是作弊的太多了，真的作弊太多了。已经回来了，那他直播会直播呀，直播的是因为他在那个精华也可以直播的呀。哎，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兄弟们，你们是不是能够放我们去放飞自我，放个两三天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去放飞自我一下。我跟小色去，比如说去个哪里，去那个度个假什么的。两三天，两天就够了，不要三天。是，我们去那个有个那个什么临安，有个什么临安有个地方泡温泉的，爽的一逼。临安没去过呀。不，临安有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温泉的，爽的一逼，或者去个，我们去个舟山，海边躺两天。电话关机，什么都不干。然后我再帮你安排个妹子，好不好？不，帮你安排妹子，你不要想歪了，只是帮你安排妹子当个助理。不，还是好好解说比赛吧。好了啊，双方这个第三场比赛，看不赖现在想什么战术。我觉得就打基本功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机会的。哎，没有战术，已经没有战术。这个东西，书本打这种比自己实力菜的这种选手，真的是一打一个准，就很功利打的。So this is an interesting map because of these gold bases in the back of the natural. It's a little bit weird. It's a little bit interesting how it works out. We saw Innovation was able to hold it yesterday because. 这图的黄金矿是可以那个的，黄金矿是开吧，一般来说是开的不安稳的。对，因为你可以谁占据中间那个瞭望塔，谁就能够你绕过来嘛？对，不是，你是从上面要绕过去。你看，就那个路口嘛。你从正面打过去的时候，你要从这个路口上来，就大家不能让你上这个路口，上这个路口就会打黄金矿了。这些地图还设计比较独特的，但我觉得这些地图啊，应该不会所有都收出来，不会惨。这张地图我觉得不太会惨的，因为你站住这个路口，你基本上就赢了。这个东西他们就地图测试赛嘛，暴雪一直赞助的，就是等这个地图测试赛做完了之后，他们看哪个更好，然后他们就会把它放到下赛季的地图里面去。这农民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他过来看一眼这个黄金矿吗？Is he going to do something crazy like start a hatchery here, then spine crawler up the gold base? No, surely not. I think he's just scouting. 不，这个没什么意思啊，不对啊。Scout with a drone. He is going to do something, right? I mean, there's no reason. 有想法，哦哟。这，哎，这个有点想法哦，布莱。啊，可以啊，这个。有点想法，他一会儿爬过去，爬到这后面刚好可以。烦的要死的。哎，他这个战术可以啊。可以，有点想法，刚好可以放一个那个地堡。那我就应该放两个地堡，放一个地堡其实没用。你要让你放一个地堡，待会儿还是会被狗打死。他就搞你啊，说白了。可以，不愧是妈的乌克兰宠王，这种都想。不是乌克兰孙一峰吗？毛。就很气，这个时候。书本待会莫名其妙，绝对莫名其妙这件事情。Oh my god, this is so sick. As soon as just gonna try and get a couple of drones onto this gold patch here to try and do something, as even that drone's in reach actually. 啊，书本你妈烦的一逼。He's just in trouble. As we see, the queen's gonna push forward to try and fight this spine crawler. 好了呀，就强行戳呀，这个还有点累，我跟你说。应该能。好，两条狗过来没问题，不大的。
不，我真的两个地堡刚才就稳了。两个地堡没那么多钱吧？有的，他退了再造，退了再造。对啊、你想，你不可能两个同时造。两个地堡就凶了，这个位置。对。这狗已经抱过来了。不来这个战术，搞得书本现在很迷茫。还可以，我说实话还可以。前期是占尽便宜，但为什么不来钱那么多呢？你妈的，基本功差呀！为什么他那么多钱啊？coming forwards and picking away at this queen and with the queens going down now there's no injex I actually think Sue might be in a little bit of trouble lings are just streaming in I mean the roach are not even being used yet by Bly he actually gets surrounded by the drones here which is going to help the fight 不他这个钱太多了如果花完的话真的不来就他、那个、不来就赢了all drones actually now just out from Bly he doesn't end up using all of his gas and minerals how interesting is we're going to be seeing these couple of drones taking some damage and actually书本还是一个一攻蟑螂的开局，这个一攻蟑螂你要打上去很难啊，除非等书本下来。书本反正现在很简单，就还是跟你拼蟑螂，最后，对不对嘛？我就不跟你搞其他的，我就蟑螂比你猛。待会儿一攻好了，你的狗就没用了。对，有什么用嘛？最后跟你老老实实拼蟑螂，基本功比你好。给我感觉就是这种花拳绣腿，就放了半天战，打了半天，好像感觉、哎、真的就是花拳绣腿。他跳什么嘛？什么都没跳出来，搞了半天。他如果跳飞龙，说不定还好一点。But he doesn't have an Evo Chamber, and so Bly going to be playing without plus one. Sue is already starting plus two to continue on in this game. He's also, Sue's still got the Roach Speed against no Roach Speed. That's going to help. 这局面攻方已经落后 N 个身位了，已经不是一个身位那么简单了。Yeah, you know, still just pulling away from the gold base. These Ravagers, Corrosive Violent down, and they are going to be picking their way through these, through this lava and everything. So right now, Sue is denying Bly. 不来不好弄啊。那就被别人这样 A 蟑螂 A 着 A 着就 A 死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妈说了怎么会输给他的？有时候当你不思考的时候，反而更强。反而更强。说真是这样。人这个东西啊，就是想越多，错越多。对。多想多错，不想不错。书本是玩客不来，哎，不是说玩客不，就基本功好不来太多。A pretty interesting scenario, but I think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s Bly gonna do? I mean, he's starting. 不愧是乌克兰孙一峰，强行要拿电机。哎呦，这两个火种的，我操！你们不要小看电锯好吗？$300还可以，死了已经这差太大。A 蟑螂就 A 死了。$300，我告诉你们，在乌克兰已经还可以了，你至少日子过得下去了。不，一周的生活费至少有了。Again, set up into that. In just a moment or so, our next game is going to be on blue shift, so we're going to get that ready to roll, and we're just going to get that hosted up here. Moment, so getting ready to go into. 孙一峰永远是我大哥。这边在送了钱。And then we will go into our third place matchup, which will be Nurcio versus potentially Bly. At the moment, with the way this is going. Toss Boy F91 $7.97送了。什么叫$7.97美金吗？你看呀，$7.97美金，你妈！他他妈每天在这边送个毛啊！他在，不，他每天在这边众筹$30干嘛嘛？不知道呀。大哥一周$300，果然是孙半成。大哥需要花，大哥是$300，不，一周$300差不多呀，你想嘛？
妈好你妈的300美金你妈的2000块钱呢对啊2000块钱2000块钱一个月伙食费了是的就他不是一周2000块钱吗伙食费一个月好吧是谁不赖吗谁我们这些家庭都是一个月2000块钱伙食费你他妈一个月一个星期吃2000妈的算算不谈了不谈了不大家不是在一个阶级你老子干死你黄旭东是的呀我靠不谈了不谈了我们不在一个阶级大听到没有大哥一个星期吃2000不要听他们乱说不要听他们乱说等于大哥 一个月要8000块钱的生活费哦不伙食费因为你刚才你自己说的啊没有8000块钱是我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了已经也很多了呀哦你伙食费你妈8000块钱是挺多了呀不全家的生活费全家的伙食费你妈的你不要扯鸡巴蛋我女儿的什么奶粉钱药片钱、啊、算了吧那天都问过你老婆了我问你们家一个月花多少钱我问他养儿子养女儿贵不贵他不认贵啊一个月3-4万块钱毛从来没有过不可能你在乱说我操干死你是3-4千块钱吧3-4万你去问你老婆毛不可能、啊、你去问他有没有说这个话这你妈没有真的养孩子一个月就现在我女儿一个月就花个2000块钱吧差不多了就一些奶粉尿不湿然后还有什么嘛洗澡到外面去洗洗然后其他没东西了不要听他们乱说真是这样的孙门酒肉臭兄弟垃圾场你妈是的呀是的呀我操我听到的时候吓得我都不敢养孩子了闭嘴没有不要听黄云东乱说、啊、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妈哎刚才我有乱说吗一个月一个星期2000块钱我有乱说吗是不是你自己说的不是啊一个星期2000块钱对不对一个月8000块钱伙食费你说的是全不是伙就我说能够过得不错了就全家人的这种啊这种妈生活费啊我靠过得很好了好吗我们家里妈的我们家七八口人的好不好你毛你七八口人你妈的七八口人呀、啊哎！你说的所有东西你就不要扯淡了，你妈破绽百出。不，我跟你说，七八口人，我给你算一下，好不好？你是不是破绽百出？我再问你一句，你我先跟你算一下你随便怎么说，你都是破绽百出。我现在就问你，你妈的，你房子怎么贷款？你妈上次跟我们讲房贷，讲了那么久，跟我们讲了那么久房贷，你他妈贷过吗？这边已经拉农民了，不要废话了，这边拖农民了。基地会不会掉吗这个感觉有点难、啊、这个掉不了掉不了这个掉不了他可以穿一下这个农民的但就看农民死几个穿一下哎呦再穿哎这伤了呀书本伤了呀亏了书本感谢云南通海孙一峰的一个飞机啊5个农民还拖了两波拖了两次农关键还不安稳怎么管打不过还要再拖一次不然基地要掉好女王出来还行能打只能说有点裂能打、嗯、死不至于那么死怎么可能死呢对不对书本刚才二基地掉了就打回来了这怎么可能死、啊、这也是、啊、对的吧刚二基地掉了就打回来了现在怎么能说死吧就少四个农民而已不过呢这个局势其实对于书本来说也不赚对不赖的前期杀了5个农民这个太赚了只能说大家是军事可以再打一打、嗯、看到没有这种弹幕的数据孙一峰比小色虚伪太多这你妈你看这种弹幕你妈都识破了你哎，我就很坦诚的我家里面我跟我老婆你妈的
一个月花一万块钱，我很坦诚的。是的，不是我不是说也一个月花一万块钱吗？我们两个人花一万块钱，你妈的，你还加了两个儿女，所以我之前问你，妈的，你这种东西我就那么坦诚。我们没有没不请保姆的是不用花那么多钱。对啊，我们请的保姆才花一万块钱。所以说我不请保姆省便宜点呀，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爸妈帮你弄的呀？假的一逼，越有钱越虚伪。你看这些弹幕封过去的，老子受不了了，我靠，黄旭东太他妈虚伪了。我虚伪，你妈老子那么直接。对了，我两个小孩。不要乱说你们好吗，不要乱说，不要乱说。好好看比赛。That's a small difference, and I mean it's an extra drone that goes down from Bly. It's 150 minerals. That's certainly not in his game. You know, necessary anymore. That's, you know, small advantages which Sue will take. As Bly, though, on the map will get an overlord kill with these queens. Even get this circle as well as it tries to come across and up the ramp. It's just not going to be successful.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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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 把你们改了 ，UI 把你们改了，烦死了。Sorry, nice shutdown by Bly to minimize the information gained by Sue. So far in this fourth game.余安改回来了吗？改了改了改了。嗯，不，他已经同意我，跟我说好了，那就改了。嗯，好了，继续看比赛，继续看比赛啊，继续看比赛。其实他们两个就是一直不停的嘛，书本其实打不赖，就没想过什么东西。老子就把就一公蟑螂两公蟑螂跟你怼，最后这个阵型比你好，就把你怼死了。运营上来说的话，书本这边我感觉又稍微领先了一点，因为他永远都是四十一个农民开始爆蟑螂，在他的眼里，四十一个农民是刚好能够承受这个两矿爆蟑螂或者两矿三级爆蟑螂这样的一个点。这个算可能不赖，没算那么细。As you just see those, well, that overseer moving around in the center, you're going to be seeing more of these roaches popping out, and just going to be seeing two again. 好，是不是我压过来？完全，这个完全是要看不赖怎么去拉阵型挡这一波。又是飞龙塔。We'll see if he can hold on this time against the initial roach. 啊，双方还是拼蟑螂啊！你还敢追出来是吧？我们直接一波了。感谢这个我来交年费了的一个飞机。The more that Sue trades, the more UNC forces out of Bly at the moment, the better for him because it just means that Bly is spending. 朱满还在拉，还敢没什么机会？哎呦，这个阵型拉一下，没有小狗分上去吃点火力。后面有女王，那我退呀，打不过我就退呀，把小狗换掉就行。Sue has to back away in a supply block. Has to start up a couple of overlords, but he did start a big round of drones, so he does actually have quite a lot of.不赖真的很偷啊，飞龙应该是转得出来。这盘书本难打了，终于不赖这盘书本很难打，终于要赢一盘。嗯，再次使出他的幻家呀！哼，幻家首先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要素，就是在别人要来打你，你才能选择幻家。不过他的兵已经往上面走了，我感觉他有这个意图。对呀、啊，怎么的，老子出飞龙，你出来呀、啊，你出来老子。他就完了，只要出飞龙就换家，我怎么受得了？是的呀，他这个理解是对的呀。好了，这盘书本只要出门，本来就赢了。不过我觉得这盘书本已经八成已经死了。死了，他这个一会儿忍不住就出门，两公摊命出去，然后遇到对头，你妈直接换家，飞龙在脸上，对不对嘛？不用飞龙在脸上，干嘛？我飞龙直接飞过来，你干嘛？你如果换家，你如果说你看到你要换家，你出门我就换家了。对啊，本来还是赢一盘、啊，能赢。他这种就逼着你换家，你肯定看到飞龙，你没有防备，你只能换家。啊、那我这边再蟑螂穿一下，我飞龙就要打。对。就不赖现在这个飞龙换家这套战术理解还是真的不错啊，可以的。其实飞龙多了打那个蟑螂还是挺痛的，是的。好了，书本你妈的好烦啊，这个时候，但他分了一波蟑螂回来，
分打不过呀，分了一波蟑螂。我蟑螂没用，没用，没用，太多了。Gonna be trying to get, I'll try and see what they can do. Just gonna follow the ac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map with that picture in pictures. 关键那波飞龙可以白打你，太伤了。对你家里面守不住了。书本现在就尽量的换，把不赖加先换光，但自己家里面主要是守住了。死了死了，这个没办法。可以，哎、这个招不招不这个飞龙换家的这个理解可以。这真的是招不住，就完全不给你机会啊。To fight against this, and Bly, this kind of base trade style with the roaches kind of base trade as the mutas clean up. 不赖呢，打的还是有点智力的，这个倒是真的。Going on to another Avex map coming up next in just a moment. We are going to take a quick break when we return. 这种战术真的是，你们不能说学到了，这个是挺难的，其实挺难。你首先要打得到这种军事，对，首先要打到这种局势，这是一个在特定局势下。对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对，所以说大家这个东西挺难的，其实。但至少，如果下次大家打成这种蟑螂莽蟑螂，然后你飞的时候，啊、你就选择换家，这个思路还不错。你别慌，我先来设置抽个奖，好不好？你抽呀。等等，我来设置抽奖。好，今天还有两把傲风的椅子啊，啊，直接。等一下，我改一下那个提交整合。接下来把奥峰的椅子，大家来抽，大家来抽。做奥峰当凯子，你们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奥峰也是不遗余力的赞助我们，对不对？奥峰还可以的，奥峰。而且做雨之也蛮良心的，我觉得大家应该支持一下，对不对？而且话又说回来，我觉得你如果能够被人当成是凯子，说明你有当凯子的这个条件，其实也是好事。好事在某些层面上来说，你还是在某些方面你是非常成功的，所以你才能被人当凯子呀。好，抽起来。抽抽抽抽抽！妈，弹幕又爆炸了！正常的，是这样的。你不要老是觉得当凯子是件好像很丢人的事情。这世界上凯子多了，本能当凯子也很屌的。能当凯子你已经赢了，不是很屌，跟屌没关系，你已经赢了。普通人还当不了，想当都当不了。是的。Welcome back, guys. Game 5 of Bly vs Sue is now starting up on Arashi, one of the Avex maps, which comes. 这段时间我们要想去找一些那个，找一些产品给大家来抽奖。我去找网易去要点点卡来，可以的呀，这还蛮实用的。是的。哎，我去个厕所。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cheer 400. Thank you for the support. As let's continue this on. It's still match point in favor. 好了，要等下场比赛了啊。哎呀，大哥，这种也是为了大家好。但我跟你们说，那天真的大哥，老婆微微姐就这么说的。我不懂嘛，所以我去了解一下行情。微微就这么跟我说的。好了，来看终点位，这边红色的就是 Black， 是出现在了右下角四点钟位置。转角蓝色的就是书本。咻啊！出生在了十点钟的位置，地图不认识。Right, so it's gonna be seeing the
Spotted pull first here from Sue, maybe a little bit sick of all these early attacks that Bly throws in. He's run into 50% of the games so far, so maybe Sue just going to start opening a little bit more kind of more safely, while Bly this game though will go hatch gas pool, so he is going to play to his advantage. 双开，这一盘双方都回到正常开局，都裸双开局。 Again, do not forget though, guys, tomorrow is our grand final day, and that's when we will be seeing that, well, onslaught of TVZ, 15 maps of Innovation versus the winner of this series in tomorrow's grand final. It's going to be, it should be pretty freaking great. It should be a... 裸双，我看看谁的气快啊， Black的气要快很多， 书本的气慢一点， Black是先气矿， 然后再血池的。 这把狗速要稍微快一点，出两条狗，书本这边一条狗都没出，哦不对，书本两条狗已经过来，都是两条狗啊，这都没问题。 主要看一会儿科技的一个选择，两条狗摸农民变，漂亮。想绕一下，等对方退这个，他想绕继续等你退，你退不退？退我就给你补了，退了差不多。双方的第一次交锋没有问题。 Kind of happy with what he's seen so far. Link speeds on the way from both, and this map's interesting to me because again, it's one of these. It's a rush map, so it's a shorter rush distance. But 二本这不来，二本有点快呀！我操！ It's like the macro. It's like got a macro. 这个二本也太快了吧！ Pretty easily, I feel. And then you got this kind of set of rocks here, which can kind of break through. 有点过了，这个二本。 Exposed, I guess, but I don't know. It's interesting. We haven't seen a game that's gone up to 3-4 bases on this map, which is because it's probably got a fast. Yeah, 我怎么卡了？ Game's gonna be interesting. 好，回来了。书本这边还是选择的是那个蟑螂啊。<咳> 本来这边先拿一波狗压制，然后直接家里面二本跳好，看他转什么。转飞龙的话单气有点不够，感觉右下两气，气好像下的有点慢。书本这边是直接，哎呀！啊，小狗下来，小狗下来守一下。啊，问题不大啊，问题不是很大，想补这个女皇问题不是很大，想补这个女皇，补掉。 本来跳飞龙，但是后面两期放的有点慢，感谢这个哦，不是感谢这个恭喜这个凤和音啊，凤和音这位观众是获得了我们的这个椅子啊，凤和音，这么强咬，感觉打不进去啊，哎。 话音未落，但没用啊。新的小狗已经出来了，打进去也最多换换女皇，两个女皇，影响不大。布莱飞龙还有几秒钟就可以出了。 Anyways, we do see the fuel zone's getting picked on off, and third hatchery on the way up already from Sue. If you can keep this defended, 啊，这边布莱差不多可以按飞龙了。两条飞龙，钱有点不够。但不管怎么样，他这个飞龙只要按出来，书本就很难受。有观众问雷本最近为什么不在了？雷本因为他后来。 结婚的嘛，自己工作也比较忙，结婚了，然后他最近应该生小孩了，在家里面带小孩，就没怎么打游戏了。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
大哥何在？大哥去说去厕所了，说去厕所了。但是我怎么感觉去厕所去那么久嘛？说不定还有几个碗没洗，对不对嘛？有可能有几个碗没洗，先把碗洗了。好，这边顶着飞龙，我也不管，直接强秒。好，进来换。哎呀，这个本来这个飞龙没有第一时间顶上去，狗也不够啊。这波农民损伤大了，死了。这波换完布莱，虽然飞龙很多，但是换完农民可能会伤得很厉害。尽量农民跑，看能保多少个农民。飞龙数量倒还是很多，还有23个农民还能打，还能打，23个农民还能打啊。这时候对布莱来说，飞龙控图就非常重要了。书本现在只能补女皇，再升2本，还能打，因为农民数量还有24个，还可以。布莱如果图控的好的话，还是有机会赢的。What you meant to do if you don't have a third hatch is fully kind of blocked in, and his mutas on the maps, they actually have to turn around to take down. 好，继续补农民，书本也补农民，继续补女皇。哎，他飞龙还不压呀？那不压你还是亏啊。你飞龙这个时候出去清点房子什么也好，必须要压了。他毒死是对的，他如果不毒死的话，一会儿对方穿一波狗，他飞龙连门都出不来。所以他必须要堵一波口，书本这边也是穿一波狗过来，不要你开三基地。好了，飞龙作用也不大了，因为女皇的数量已经够多了。书本这边可能会打一个虫洞一波，刺蛇塔起了之后，一攻的女皇带刺蛇。布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转这个地刺，还在补农民，没有转地刺。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隐患。哎呀，这大哥洗个碗又怎么了嘛？你们这种，你以为大哥请不起阿姨了？你以为大哥就一定要洗碗？大哥洗碗只是爱好，你们每天都要说别人，对不对嘛？每个有钱人都有自己爱好的呀。哦，大哥你们有钱就不洗碗了？他洗碗不是说他找不到人洗，他是爱好。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对不对？买个洗碗机，你以为大哥买不起啊？你们总是误解大哥。再咬一下。继续拖。女皇带刺蛇已经很多了。这边布莱是直接转的毒爆啊，他是要用毒爆来打，因为自己三基地还没有开啊。我没有黑九幺，我哪里黑九幺了？我帮他解释一下，就是说你们觉得大哥洗碗很丢人这件事，其实一点都不丢人，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爱好。哎，这什么意思啊？妈，这损失飞龙损失有点大。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爱好，不是说你妈的这种有钱人就是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你知道吧？不是这样的，跟大家是一样的，跟普通人是一样的。就像以前有个那个大力哥，对不对嘛？也以前也是个富二代，每天打车去厕所。他一定要打车去外面那个公共厕所上厕所。他妈的，他自己也说了，他如果不这么做，他就浪费了他爹妈的才华。
大力哥也是一样的，他就喜欢吃大力。你说他吃不起大力吗？他吃得起大力的呀，就跟大哥喜欢洗碗是一样的。好嘞，这波虫洞进的还打个毛啊！There's just so much that shoots up. Hydras, Queens, transfusions available as well. As this main base is being ransacked, some lings on the third are gonna. 双线打一下，本来完全没想到对方会走这个虫洞一波。就看这波毒爆拼一枪了，但是上面有羽皇啊，这怎么拼？怎么拼？加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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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血。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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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血的这些都还在，吉吉三比四比一。那明天的话，书本就会师这个吕布了。明天看书本跟吕布打波师。